这个如何？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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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实点，嘿，嘿。如雨下，这个如何？这刹那将是你的永恒。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。交给我吧。这些宝藏几乎……没想到在这种地方找到了龙类呢。身为骑士，我对搜寻这门技术很有自信。哇，真可靠。这门技术的要诀就是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现想找的东西，比如心里完全没想着要找，漫不经心的随便看看，才突然在桌脚下发现。咦？也要注意不要让视线太过热切，因为越努力找就越找不到了。要用眼角的余光不小心看到那件东西。这好像不算什么技术吧。很有用哦，我以前养的小乌龟失踪时，我都是用这种方法找回来的。秦团长养过小乌龟？怎么了，小派蒙？我不，很难想象这是何等冲击的场面。嗯，总之就是很不符合秦团长的形象。对了，迪卢克老爷应该理解吧？不能理解。我小时候也养过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